这个共享大脑本来就只有两题，是披云斩雨呢花了一题来搞清楚规则，现在他们终于可以要答题了。哎，你看看，来，早说嘛，请说出三个。这样吧，我还是从星星这来，请说出三个虞书欣想要改变的地方。上官。啊？上官？上不是上？他改变的地方。上海。嗯，他海了。的家，上海的家。你，第二个，继续，北京的家，京的家，那么多家，北京的家，还有哪儿？长沙的家，物业有点多呀，这四海为家。我们来采访一下，您是中介吗？搞装修的是吗？这是开了一个装修公司吗？我说的，我估计导演组出的题类似，比如说是什么啊、比如说个性啊，然后声音啊这种。后来没想到人家要改的地方都是自己的物业啊，哎，这个就纯属为了答题啊。好，我们欣欣也没有那么多家，没有那么多家吧？没有。他没有那么多家，他也没有那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了。那这题到底算不算对呢？当然算了，当然不算了。没想到卖萌的是两个男孩，真的。算对，因为这个其实是主要是考验他们能够很顺利的答下来。对，答案的正确与否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。好，下一题非常难。非常难。哎，那就对了。请说出三个字的乐队。哦，鬼，完了，